大家好，上两节课呢，我分别向大家介绍了 MySQL 中的部分方法，还有 MySQL 扩展库中如何去处理结果集，还有使用结果集内容的全部方法。那这节课呢，咱们来把 MySQL 内中的其余常用的方法，咱们把它学全。但是一些常用的方法，咱们去用一下。那么来看一下，在 MySQL 中还有一些其他什么功能？比如说使用 MySQL 执行多条语句一起执行，还有使用 MySQL 完成事务处理，还有其他的 MySQL 类中的成员使用，分这三方面。而执行多条语句呢，咱们这是咱们第一方面要做的实验。多条语句也分有没有结果集的，那没有结果集怎么处理，有结果集怎么处理。那看一下，我们执行多条语句使用的是这个函数，执行多个查询，而我们原来执行的所有查询都是单个查询，则使用的是这个。所以我们借助这个执行多条语句，这个执行多条语句有一个特点，里边的多个SQL语句要用什么分号隔开。所以呢，我们来做一个这样的实验，我们先执行一下没有结果集的，看一下，先连接创建 MySQL 对象，root 用关联员登录，用我们这几次实验一直使用的库，然后既然有连接了，我就不判断连接成功失败了，因为前面几课咱们经常操作，我只要来一个关闭就可以了。好，我们做一个 SQL 语句，因为是多条，我加个 S 等于，那多个 SQL 语句之间要用分号隔开。假如说我写两个分号，意味着我要写三个 SQL 语句，别忘了是一个字符串，只不过用分号隔开，但是最后一个是不需要加分号结束的。那这里边比如说三条语句，这三条语句呢，一般的都是执行没有，假如说咱们现在暂时要做的是没有结果集的，没有结果集的，那没有结果集都什么样的语句？没有结果集 insert 语句、 update 语句，还有 delete 语句，这样的语句呢通常都是没有结果集的，然后咱们就不需要处理结果集。但是这三种语句碰到一起写的时候很少，但咱们今天是为了做实验，所以呢在这我就写了，就写三条语句 insert into 插入到表，用咱们这几天这几节课实验一直用到的 shop 表，比如说名字、价钱、数量，还有描述 value 值，比如说名字细说 PHP， 然后价钱假设是79，然后数量10万本，然后描述 very good for PHP， 然后我们再写一个，比如说更新一句，更新表也是 shops， 设置名字等于，假如说等于lamp， 我就直接改这一个就行了。where 条件 ID 大于40的，我都改成名字称都改成 lamp， 然后再写个 delete 一句 ，delete 删除 from 从 shops 这个表里边 where 条件 ID 大于40，ID 小于30的吧。
这样的话三条语句我们就写完了，然后一起执行就可以了。那执行 SQL 语句我们使用的是什么？使用的是 MySQLi 中的 MULTI 下划线 QERY， 看一下，就是我们打开的这个，然后它返回的是布尔形值，所以呢成功返回的是真，失败返回的是假，所以我直接在这儿判断就行了。如果成功我怎么办，否则失败我怎么办。如果成功，那当然我就输出多条语句执行成功，然后那成功我就想知道，因为这里边有插入语句，我想知道最后插入的 ID， 最后插入的 ID 和我们原来一样，调用 MySQL 里边 insert 下划线 ID 这个属性就可以了。那我还想知道一共这三条语句影响了多少行，可不可以一起使用？看，影响的行数为 affected 下划线 lws， 我们就使用这个属性。这两个属性呢，在前面的课中呢，咱们介绍过。如果失败的话，我就想输出失败的错误消息和错误原因。error 错误，先输出错误号，使用 MySQL 里的 erno， 然后再输出错误消息，使用 MySQL 里边的 error 就可以获取错误消息，然后关闭掉。这样的话我只要在这里边传一下 circles 就可以执行上面这三条语句。但有的时候三条语句写在一起太乱了，那你可以这样写啊，用字符串连接的方式啊， circles 点等于，看一下，用连接的方式，这样看起来更好一些。那么连接完之后也是一条语句，这会儿别忘了用点等于，然后不管成功失败，我先输出一下这条 SQL 语句 S， 然后关一下行。我们来看一下，打开看我们能不能执行成功。看一下插入语句更新，大约是小于30，多条语句执行成功，最后插入的 ID 是94，影响的行数为一条。那不对啊，这里边怎么能影响行数为一条呢？你看一下，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条一些语句执行成没成功，没成功咱们再找原因，是哪块出的问题。 MySQL-U root 杠 P 12345 6，咱们需要进入的库是细说 PHPDB 这个库，查询从所有的商品。好，最后一条94，看一下10万本 very good for PHP 插入成功了，然后所有的大于40的 ID 都改成 lamp 了，也对了。我先排序一下，看一下，然后呢小于30的呢咱们都删除了，这三条就执行成功了，但是影响行数为一条，最后插入 ID 是正确的，所以呢说明这里边咱们不能用这个影响行数来判断做什么事情了，因为它本身返回的就是布尔型真假，就可以判断成功失败，所以这个影响行数就不准确了，对吧？这三条都是有影响行数的，所以这里边这条就尽量别用了。所以你可以用同样的办法，将任意多条 SQL 语句中间用分号隔开，用它一起就执行了。如果我们用原来的 QERY 这种方式，就要执行三次，执行三次，那当然是一次的效率会比那个三次的要高，对吧？
好，我们保存一下。这个是执行多条啊，什么语句啊？多条插入语句，就是多条非select 语句。那下面咱执行一下 select 语句。我还是在这块，但是这里边执行 select 语句了，多条语句在这块。这回有结果集的多个 select 语句，因为它要处理结果集，所以比较麻烦。那这里边咱们试一下，假如说有多个结果集，咱们怎么去处理啊？比如说我想知道 select 选择 current 当前的用户，你看这里边的语句都可以咱们直接访问吗？ select 这是有这个 current 当前的 user 当前的用户，可以看到是这个用户，那当前的版本当前的时间都可以查询到，我只是随便写一下。然后这个它也会有结果集，比如说 shops， 你看也是结果集的。然后 select 选择星 from 从 shops， 就这样的三条语句啊，这是一条语句了。后边别忘了这会儿里边有分号了，因为三条语句之间要用分号隔开，点等于 desc 啊 shop 加分号，然后 select 语句点等于select select 星 from 从 shops， 你看这样是三条语句。我一执行的话，现在如果不出错的话，比如说我这里边输出执行成功，那我们可以看到是执行成功的，你看呀是执行成功的。但是呢我们怎么去处理结果集啊？它不能说把三个结果集一次性都给我返回来啊，所以呢我们就需要一个一个结果集去处理。这里边呢也很容易，比如说执行成功，既然已经执行成功了，那我们用一个方法去把第一次的结果集取出来。你看这里边哪个方法，你看啊，看这个，从查询中取出一个 MySQL 结果集，你看返回来正是咱们上节课学过的那个结果集。他第一次使用返回这里边第一个结果集，就返回当前的结果集。你看啊，这块使用 RESURT 结果集等于通过 MySQL 里边的哪个方法啊 ？STORE RESULT 结果集，看一下。那既然有了结果集了，我就可以从结果集里边获取任意我想要的数据了。比如说行列对吧，都可以啊。假如说我输出按照咱们前面，正好来复习一下那个结果集的处理，按照前面咱们处理结果集的方法怎么办，先输出一个表格 table align， 放在中间，边框等于一，宽度比如说等于500吧，等于600吧，输出斜杠 table， 按照咱们前面做的，先输出一个，假如说结果集里边现在它就是结果集对象，输出一个 tr， 咱们先把列做出来，字段列做出来，然后while 循环一次性获取一列，通过这个结果集里边的FETCH 下划线 FIELD 一次性获取一列，然后把这用 TH， 你看我就能把这个列名获取到，
field 里边的 name， 我现在就获取列名，然后这里边我再循环一次，获取里边每条记录。你看一下啊 ，while 循环 ，row 一行，从接入集里边 ，fetch 下划线 assoc， 然后每次循环的时候变的是一行。然后里边因为又是一个数组，咱们再用 for h 便利作为一列，然后输出 td 斜杠 td， 然后我们在这里边输出 col。 好，我们就看一下能不能把第一个结果集把结果集取出来。看，可以的，当前用户这个。那假如说这个是可以的，那我想获取第二个结果集是不是再执行一遍呢？你看我再刷新一下，假如说我复制一下，你看我又使用这一遍。假如说你会肯定会按前面那种想的方式，说我再执行一遍是取第二个结果集，你看是这样的吗？是我在哪块写错了吗？我还是调用这个，已经没有了。那怎么办呢？所以呢，咱们要用这个，要用一个方法去往下边再取结果集。我们有一个这个方法，你看一下，你看刚才的提示错误的啊，调用没有对象的这个方法，其实不是调用那边这个方法，已经没有结果集。所以呢，咱们使用这个，你看 ，next 下一个结果集，所以呢，它不是自动走的，我们得手工那样的走动一下，所以这直接调用 MySQL 里边的 next， 看一下，使用 next 结果集，就让它直接调用到下一个结果集，下划线 result。这会我们再试一下，你看一下，这是第二个结果集出来的结果。为了防止这块看不到东西，我加一空格，这样的表格就补齐了，不然的话有一些空的地方它会空白。你看一下第二结果集，那如果想取第三个结果集呢？然后如果想取第三个结果集怎么办？我还得调用一次这个，当都调用完了之后再取结果集取不到了，它返回来的就是假，所以我们没有必要这么做。我只要看一下这个，如果有多个结果集，我想做成一个循环，那不就容易了吗？你看啊，执行成功，我只要在这来一个 do 循环，然后里边执行结果集，获取列，看一下，这块加一个 while， do while 循环，好，你看一下，现在就是执行这个循环，先执行后判断，然后再执行下一个结果集，然后再执行，当最后一个返回假的时候，它就不执行了。所以只要有下一个结果集能移动，就会把下一个结果集取出来。好，我们来看一下，都取出来了，但是这个宽度三个宽度都一样就不太好看了。我们可以在这结果集里边，这个宽度比如说每列的是100，对吧？所以我这块就可以做一个样式，100乘以有几列，就看到有几列了 ，result 结果集里边不有一个是 field counts 吗？这个属性吗？就看有几列，乘100。这个值我写错了吗？
result 结果集里边有一个FIELD CONT 没有 S 吗？一两三四五六，一两三四五，对，看一下，那没有 S， 这样呢，每列呢是100宽度，这样就分开了。那这三个表格，你没发现挨着太紧了吗？所以呢，咱们还可以这么判断，如果可以判断是否还有结果集，如果再有结果集的话，咱们就将它分开，比如说用表名啊，用什么 H1 啊，怎么分开都可以。MySQL 里边还有一个方法叫做 MORE， 更多的结果集，标加 S。 你看它不是移动结果集，就判断了这个结果集读完之后还有没有结果集，如果还有结果集的话，我就输出几个 P 字段，就随便写了几个，就意思让它分开就可以。你看一下，两个杠分开了，两个杠分开了。所以呢，执行完它之后，判断有再多的结果集，我就输出它；它有再多结果集，我就输出它。每个都输出两条线，你就可以看到，这就是处理多个带结果集的。那同样，现在在 SQL 语句里边，我就可以任意的写了，比如说 SQL 点，你就可以在这里边任意加查询语句，比如说CURENT 当前的 DATE， 当前的时间，当前的日期，这个是没有结果集的，应该我写错了吧， CURENT 当前的在这儿，CURENT 当前的 DATE， 哎，可以啊，啊，这块我没加分号，因为每条语句后边要加分号嘛。点等于，手误啊。啊，当前的日期1月5号都有了，所以你可以继续加下去，就可以处理多个结果集了。好，我们再保存一下，这是使用MySQL 去执行多条语句，没有结果集的怎么处理，有结果集的怎么处理。当然你需要执行多条语句的时候，我们才会用到它。我们再来看一下使用 MySQL 完成事务处理，那我们就先了解什么叫做事务处理。事务呢是确保数据库一致的一种机制，是一个或多个一系列的一个查询，作为一个单元的一组有序的一个数据的操作。说白了就是将一组的 SQL 语句的操作看成是一件事儿。看成是一件事儿，那在这一件事中，有任何一个环节出错，我们都将整个事务回滚，我们这也叫做撤销。如果一件事中多个 SQL 语句都成功了，我们怎么呢？才提交，才去提交，是这样的，就是把多个 SQL 语句，多个 SQL 要完成的任务看作是一件事儿，一个事务。当然如果你对
单条阈值的操作就没有必要用事务处理了。比如说一个表的修改，修改一次，删除一次，插入一次，这样的话没有必要用事务。也就是涉及到哪怕是单个表，但是呢你多条阈值一起完成的一个整体才成为一个事务。所以呢事务功能呢是企业级数据库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因为很多业务过程都包含多个步骤，如果任何一个步骤失败，则所有步骤都不应该发生。就比如说一个买在网上买东西的过程，买在网上做买卖东西吧，买卖东西的过程，那这个呢就可以看成是一件事儿。那你首先呢，比如说张三向李四，比如说张三向李四买了一个电脑，比如说花了假如说八千元，那这一个过程呢咱们就需要几条索取句来完成呢？首先从假如说是在网上转账，要从张三账号里边扣除8000元，然后在李四的账号里边加上8000元，这就是两条索取句需要完成的。然后呢在商品表里边把某个品牌的电脑去除一台，那整体这个呢是一个事务。那在这个事务中，如果张三把钱转出去了，李四没收到，这就是事务中的一个环节出错了。那如果你要不用事务处理的话，那张三钱转出去李四没收到，那么就是一个错误啊。张三说花钱了，李四说我没收到钱，那电脑也不能给他，对吧？所以呢就是环节中出错了。那或者是张三转出去了，李四没收到的时候，或者是商品表中那个电脑没有扣除，那也是错误。所以呢就把整件事当成一个整体就可以了。我们先用索取句来完成一下任务。对于这个事务处理在 MySQL4 以及以上的版本中呢都默认的启动了这个事务。但是呢咱说 MySQL 这个表是有存储引擎的。所以呢目前只有比如说像 InnoDB 表类型和BDB 表类型这两个表的存储引擎，也就是这两个表类型才支持事务。那么咱们现在一般默认的表类型 MyISAM 是这种表类型，所以呢咱不能用默认的表类型，创建表的时候只能这两种的一种。但是咱们现在说了用的最多的现在表类型不就是 InnoDB 和这种表类型吗？而默认这种又不支持事务，只有这种支持，所以呢建表的时候一定要使用这种表类型。那么假如说现在咱们就简单建一个表，比如说 CRET 创建表，假设咱们这里边叫做账号表，就叫 ZH 吧，账号表。那这里边呢我有个 ID INT NOT 非空，假设做个自动增长的 UTO 下划线 INCREMENT 然后 PRIMARMARYKEY 组件，然后有个名字30个吧，然后里边有个余额，咱们这里边叫什么都行，比如说我这个价钱吧，账户，这账户表呢叫余额，然后这里边使用 DOUBLE 大不行的，你看我使用这个来处理吧。好，但是我直接回车的话它就是默认的表类型这个表类型了，所以我要指定 InnoDB 的表类型才能支持事务处理，所以这块类型等于 InnoDB 这种表类型才可以。你看创建成功 DSC 看一下账号表
就有这三个字段，咱简单一点。而在默认情况下，你虽然是开启了这种表类型，在默认情况下，所有的表都是自动提交的。默认表都是自动提交的，也就是自动提交的一种表类型。什么叫自动提交？就是你插入完数据是不能回滚的。比如说我 insert 插入两句，插入数据，插入这里边，比如说账号表里边插入名字字段和余额字段 value 值，假设名字我插入张三，然后余额比如说它有10000块钱，对吧？然后我插入一个李四，它有20000块钱。你看一下 select 星 from 从账号里边，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表。然后呢，你看我现在直接，因为我什么叫自动提交呢？就是我写完一条语句一回车之后，它马上直接执行就提交了。那现在我回滚就回滚不了了，比如说 roll back 回滚交，你看零行没影响，数据还在。所以呢，咱们第一步就要先把自动提交先把它关闭掉，让它怎么的不能自动提交，然后咱们手工的去提交才可以。所以呢，咱们第一步关闭自动提交。然后第二步呢，如果在数据库这里边呢，也是如果自动提交打开了，那必须呢我们得开始一下事务。如果自动提交是关闭的，就不需要使用开启这个事务了。当然咱们在买次开里边是不需要这步的，在 PDO 里边需要开启一下 start 开启事务。那使用的命令就是 start 开启transaction 事务，这个忘加空格了。好，开启事务，这样的话我们这个事务就开启了。现在我在执行所有思考语句之后，已经自动提开启事务，咱们执行错了，得先把自动提交关掉。设置自动提交 AUTOCOMMIT 等于0，就把自动提交关掉了。然后我们再开启事务就可以了。现在我在执行所有思考语句，我都可以更改了，比如 DLETE 删除 from 从账号表里边，你看我都删了 select 星 from 从账号表里边已经没有记录了，但是我使用 roll back， 你看一下数据又回来了。那比如说我现在执行更新一句 update， 设置余额等于比如说30000 where 条件ID 得先更新哪个表，更新账号表 ID 等于1的，你看一下变成30000了。那么我如果已经确认无误了，我就 COMMIT 提交才可以。然后你看提交，我回滚再查询还是30000，所以需要手工的提交。那这里边我们就需要开启事务之后，如果没问题的提交，如果有问题的话回滚，也叫撤销，就这样的一个过程。这是在命令行中的对数据库直接操作。那咱看一下在程序里边如何完成这样的操作。那在这里边我先把自动提交再关掉，不是再开启，不然呢那一会儿看不到效果。现在是这样啊，已经提交了。那好，我们在程序里边你看一下，刚才忘记不知道保不保存了啊，我就可以这样。首先呢，我在程序里边我们需要有这么几个，也是MySQL里边的，你看啊，
自动提交，然后提交还有什么，还有回滚 rollback， 有这么几个属性。所以假如说我这块有一个变量，这写上事务处理，你看啊，假如说有一个 error， 一个变量等于真，那就我这判断一下，如果这个变量一直是真的话，我就假如说我刚就想执行那个转账过程，转账成功，然后我就用调用 MySQL 里边的COMMIT 这个方法提交，如果这个变量变成假了，输出转账失败，那失败的话我就让整个事务怎么的回滚，这调用 MySQL 里边这两个方法。然后呢在刚开始事务之前，有事务之前，我得先需要把自动提交关掉。MySQL 里边有一个叫做 AUTOCOMMIT 自动提交，里边存零或者存假这个参数，就可以把什么自动提交给关掉。自动提交把它关掉。念一下。那现在我们就想办法看语句出错的时候就把它附上假就可以了。你看啊，执行 SQL 语句等于比如说他们现在交易的金额假如说是50元。交易的假如商品的价钱是50元。那好，第一条语句 ,update, 更新表账号表设置余额等于这个余额假如是张三账号减去PRIC 减去这个50 ，var 条件 ID 等于1的，或者是等于张三的，但真正转账表不能这么不严谨啊。然后再做一条 SQL 语句 ，update 账号设置余额等于让这个余额的原来基础上加上这个价钱，因为他们转的是50块钱，对吧？var 条件 ID 等于李四的，这样两条语句。那好，咱分别执行它。RESERT 结果集等于使用 MySQL 里边的 QERY 执行 SQL 语句，执行它。先判断 SQL 语句有没有问题。如果 SQL 语句有问题的话，那我这块什么，在这块咱们就直接将 error 变成假。那这块变，如果 SQL 有问题变成假了，那这块肯定就是转成回滚了，对吧？变成假，然后这块输出从张三转出失败，从张三转出失败。如果看啊，如果 SQL 语句是假，这块真是除外。那如果不是假的话，那就是真的。是真的话，写这儿吧。我在判断，从结果集里边。从那个 MySQL 里边应该有个 AFFECTED ROWS 银行大于零，看有没有影响行数。如果它大于零的话就证明影响成功了。如果它等于零失败，这块是它为假的时候失败，然后是为真的时候咱再看一下它大不大零，然后呢也是
ER OR 让它等于什么，等于甲，然后这会输出张三的钱没有变化，张三的钱没有变化，如果都成功的话，否则的话，那我这块输出从张三账号中转出成功，放下号，然后我们再不能在这块，在下边从李四这块收钱了，李四开始然后从李四转入失败，然后这块变成甲，李四的钱没有变化，然后向李四账号中转入成功。所以这两个环节，这两个思考就是任何有问题都会把这个变量附上假值，全局变量附上假值，所以呢任意地方附上假值它这都会是回滚。那现在咱们是成功的，当然你都执行完之后再顺手把什么让这个自动提交再开启一下，然后下次的话你在运行的时候再重新怎么的关闭掉，运行完之后只要是一让它开启。好，这就是一个转账的过程，我们来运行一下，刷新一下，你看张三的钱没有变化，李四的钱没有变化，转账失败，看是不是失败的，还是3000和2000。那咱就找一下原因在哪儿呢，你看如果这个影响行数等于0的话，是张三钱没有变化，那这块应该就是这条思考语句上有问题，然后李四这个思考语句上也有问题，这块你看 ID 等于张三肯定是没有这个，对吧，所以把 name 等于张三， name 等于李四，这块我们再来看一下，你看从张三账号中转出成功，向李四账号中转入成功，转账成功，然后我们再来看数据库的变化，你看它少了50元，但是李四呢没有加50元，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了，都转账成功了，那咱再找一些原因看在哪块，向李四账号转入成功的话应该就是提交啊，也有影响行数啊，没有理由啊，从账号里边李四应该多了50才对啊，输出一下这个思考语句，更新这个李四张三扣除成功了，李四转入没有成功，名字等于李四，这块咱们少写了一个执行思考语句的语句，看一下我们刚才是粘过来的，所以这块没有这条语句，还是用到上面结果集和这个东西，现在呢是重新生成了一个结果集，判断结果集成功还是不成功。那这回咱们来看一下，先确定一下这个数值是29900和20000，最后我们再来执行一下。好，转账成功，这回咱们看一下，多了50，那少了50，我再刷新一下，又转一次是可以的。然后我们把数值改错一下，比如说张三的成功，我就把这个李四这块改掉一下，
比如改成李四一，你看啊，也就是别人在转账的时候输入用户名输错了，刷新一下，你看从张三中转账成功，李四的钱但是没有发生变化，所以转账失败。所以咱们看一下数值，刚才是这个值，你看我们现在还是这个值，所以李四失败的时候整体也是失败的，虽然张三成功了，那我们就让整个事物都回滚了。这就是事务处理，刚才咱们忘记了粘那条语句。好，保存一下。所以呢，事务处理呢很简单，但是并不是说你所有的表都要用到事务处理，所有操作都要用到事务处理，并不是这样的啊。你要把整个这个多条思考语句看成是一个事务的时候，这个时候才要用到事务处理，否则呢是没有必要用到的。那咱们来看一下这里边，这里边的一些思考语句，其他的那个买速开里的函数，这里边咱们没介绍过的，比如说改变连接用户，这你都可以自己用一下。其他的呢也没有什么重要的了，咱们再看一个这个吧，设置字符集。你看这个，也就是咱们通过这个可以改变 MySQL 的传输字符集。通常咱们设置字符集，你肯定是这样的，比如说在这块，刚才已经保存了，把这些删掉。你使用 MySQL 在查询之前，比如说连接字符集，咱说了解决字符集呢是程序员的一种能力，所以呢你经常会，假如说服务器端存储的现在是 UTF8， 看一下状态，写 UTF8， 连接字符集也是 UTF8， 所以咱们通常使用 set names 模式，比如说 GB2312， 你看一下，那我们就能把什么客户端的字符集和连接字符集变成 GB232， 这样把 UTF8 数据读过来就是按 GB232 设置的。但这只是在思考语句上，我刚才使用的是这个传输字符集 set name GB32， 如果设成 UTF8， 这会儿没有杠8了，你看又回到 UTF8。 所以呢咱们通常在这里边使用的这个，你看啊，使用 QUERY 执行之前也可以在这使用啊， set names UTF8 或者是 GB2312， 看这个，那我们来读取一下中文。那我们先看哪个表里边有中文。先插入一下吧。你看啊，按 GB232 插入数据 ，QUERY 在执行的时候 ，insert into 插入到这个表。shops 这个表，比如说我只给 name 字段和 shops 和 dsn 字段插入值，插入假如说名字，名字叫做你好很好，两个中文，那你看呀，我现在执行插入语句，在这块呢你是看不出来什么效果的，比如说 from 从这个表 shops 这个表里边排序一下，你是看不着什么95 96 97，那我们查询出来，比如说现在有这个数据了，我是按 GB232 插入的Select from 从这样吧，名字和DSN 描述 from 从 shop 这里边，然后等于结果集，然后直接打印就可以了。结果集里边取两次。
好，我们在这里边刷新一下，但是我这里加上条件 var 条件 id 大于，这里边是95，你看是这个存储字符集。那假如说我给这块改的 UTF8 呢，你这里再看一下，就变成这种了。那我都说了，你也没变成汉字啊。其实你不要考虑这个是不是汉字，因为咱最终显示成汉字，因为我插入的方式就不对，因为我刚才插入的时候就不是，是在这个文本里边直接写的文字，并不是表单提交过来的。那假如说你看啊，我把这些保存一下，你看这是中文字，我不直接写这块我用加油信 get 里边名字和 dollar 加油信 get 里边的get 里边的 desn， 看一下我现在在这输入的时候，问号名字等于，比如说细说 PHP 安德福DESN 等于很好的数，你看一下我这儿现在回车插入一下，现在我是按 GB23 插入的，我这时候再来一下 UTF8， 我再执行一下同样的语句。好，这回咱看一下这里边，你看保存的就不一样了，98 99两种字符集。所以我这块再去查询的时候，大于97的98 99这两条语句，先按 UTL8 取出了一下，你看一下什么数据，刷新一下，你看上面的这个取出了就没问题。那我这块再按 GB23 取，你看一下就上面有问题了，对吧？所以咱们要对应好字符集存取的那个顺序，你要从表单插入过来的和直接在这块写汉字用SQL插入进去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因为上面这个字符集表单字符集和你这里边用到的字符集是不一样的，因为上面呢是用 GB23， 这里边取出按 GB32 就可以了。所以这块 setNames 是一种设置字符集的方式，那我不用这个 setNames， 我还可以用什么，就是咱们手册里边这种 set 叉，使用这个，你看我在这里边可以直接传，比如说 utgb2312， 你看按 gb232 取也是一样的，我给它改成 utl8 utf8， 你再看一下上面系数 php utl8 存的就有了，对吧？这就是使用这个设置字符集在 MySQL 里边居多。当然了，如果像咱们过程化的东西不存储存储过程的，就直接在里边执行 SQL 语句，不支撑字符集设置，直接写set names 就可以了，存储字符集。当然还有很多解决的办法，你要根据你实际的显示字符集，然后呢不断的做实验，才能最终把所有的字符集都训练好。另外呢，你直接写的文字和数据库取出文字它并不一定是字符集，所以要把你的开发工具和数据库的字符集要统一，比如说我现在开发工具 UTL8， 那么数据库中字符集我用的也是 UTL8， 这样就可以了。这就是其他的一些函数设置字符集。那么还有一些呢，咱们就需要讲到预处理对象的时候再去介绍了。其实大部分讲过这些呢也足够大家使用了。好了，这节课呢我们就介绍到这里。这节课咱们主要介绍了使用 MySQL 执行多条 SQL 语句一起执行，然后呢事务处理。
还有部分其他的买促开类中的一些成员方法。好，这节课呢，我们就教到这里。